达的这个歌，吼，会当予咱产生啥对这个土地的爱。其实吼，我自细汉就听阮四大人讲一句话，讲啥有永远的土地，无永远的人。这个土地，你若永远甲保守好，咱的地地拢会享受会到，都有法度啥生存落去。如果咱这个土地若破坏，我相信未来咱咧做啥，可能会做移工去啊，会出外国去，对外国去做移工去赚钱，伊直接生存袂掉。哦，啊，我常咧讲吼，人无食饭，无食米，无食饭，无食水果，无食菜，袂使哩，无啉水，无吸空气。啊，尤其吼，咱流失空气，人讲加阳光是变钱的，是安怎？咱即摆食水爱去买。啊！咱要日光，找无日光；咱要吸空气，咱去买口罩来挂，有效果无？无效果。即摆开钱呢，其实迄是咱生存的基本的条件。但是呢，搁较非常多，当下咱有真好的环境，咱这拢唔能买，咱就发大挂落去。所以讲，永远的土地，无永远的人，大家爱深深家己咧。啊，我发现着今仔日来，拢是少年人。我会感觉讲，以我的年龄来看到这少年人，有关心这个土地，有这个安尼来参与的人，我相信吼，这是咱未来的希望。我会感觉讲，看到咱这个在地。吼、哦、啊！这个作家，这个人吼、哦、啊，做出真好诶，互人心情。人讲，我头一遍熟悉这个农村武装青年吼、哦，我看到武装，我讲哦，啊这，我会惊啊，你知道？结果我到尾想想，我看因的行为，看因的举动，尤其我听到伊一首《北海堤》，我完全改变，我。比唱比刀较厉害，相信大家若用歌来流传吼，我相信咱台湾一听用歌听来救这个环境，救咱的生活，救咱的吼、哦、啊！伫遮吼，因为我拉拉杂杂，我嘛无啥晓管，我是做事人，讲到遐想到遐，所讲的拢我的心，我的迄啰。啊！伫遮吼，我嘛要感谢阮这个治水，还佫有一定爱这个土地的。农民嘛好，店家嘛好，吼、哦，啊来有这个机会，咱阿达有这个机会，互阮来个，帮忙，吼、哦，伊嘛真用心，想讲要伫这个所在要生存，吼，这个所在有较好，吼、哦，所以讲阮这个成立一个二八水商圈，就是拢只讲起来讲较志同道合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中间吼，阮、哦、有像咱铁匠的边。吼、哦，咱咧拢八十年三代哦，三代的池塘你甲收。我常咧讲，治水要真济传统百年的行业，伊会当存在。我甲收来收去，无啥物部署，有两行尔，良心甲老实，才有法度成百年。今日你若无这个两行做基础，我相信吼。哦我都生存一个百年行业，哦，这特地，咱啊百年行业搁一个意义上，会当在享受三代同堂的幸福，这是咱未来咱社会，吼、哦，尽量以我这个年，我们老岁啊，我是希望讲吼，咱这社会当然嘞，哦，阮这块铁匠的面都是精华。哦，起胖哦，啊，有真济啊，真济有缘，无够现场，但是我有到这个所在诶，先甲各位介绍，咱这个丝瓜肉、丝瓜阿妈，徛起来，互大家看者，吼、哦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你家己介绍者，好。大家都叫我阿妈，阿妈也叫丝瓜大阿妈，今天我有高诶丝体阿妈。哎呀、啊，啊叫得很习惯，啊，所以讲恁大家拢甲我叫，我听了嘛足习惯嘞。那这个阿嬷甲阿公啊吼，就是逐日拢伫田里做工，因为阿公阿嬷吼，这个所在已经生活六七十年，从小时候自己都伫遮，啊，到今做阿公阿嬷结婚嘛，拢共款在伫遮，啊，伫遮所做的物件吼，就是拢传传代代相传的东西啦。
吼，啊，阮家的较早的祖先就会安怎共款种菜瓜啦，啊，即摆嘛是共款啊种菜瓜，啊，菜瓜布啦，菜瓜水啦，拢是阮家的。去帮伊收较侪物件嘞，可是别人的东西我信任不到，也是阮家的物件，我就信任袂到。啊，所以讲我提出来，我们大家用，啊，互恁用，大家都很健康，啊，很安全。啊，即摆那热天就做先到甲啊，这个瓜地的遐，这个许吼，啊，甲那个啊，怎先到咧准嘞？啊，大家许落者，快者就好。啊，还有咱这个红龙果，加啊加这个金蕉哈，四季龙眼，来陶正，大家好，我是四季龙眼陶正，我觉得阿达刚说的很不错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有所想，你有爱的东西，你有相信的东西，那在哪里都不行。那我觉得台湾这块土地需要更多实践的人。那用二水孕育出来的蔬果，所以我们叫蔬果农场。那谢谢农村五方青年还有二八水商圈，是让大家可以认识我们这些农民。那让我们可以跟留二水，然后让我们可以继续传承跟创造这个土地的故事。谢谢。对，足多产品啦，包括咱要传统的油车。哦，传统的都是香茶、插土豆、插膜，用冷榨方式最古早的。哦，啊，炊期间大家去啦去了，还有传统的米店，传统的米店哈，张龙米粮。哦，啊，它是什么？二代回来经营，本来你卖米卖生袂当生活啦，但是新的少年的回来，伊甲活化，把它引进坚果，啊，甲咱这个有机农做小农做气作，啊，产生另外一种商机，啊，在网络上在行销，一朵花落，现在享受三代同堂生活，幸福的生活。所以讲，伫这个所在，我嘛希望讲各位领导、恁的士大人、恁的早期。您的故乡，您有什么行业？我是足希望讲，少年人尤其恁家，回去想一个办法，甲我厝，这个合作苏瓜阿妈呢，人讲诶，记一个例啦。少年人回来，咱过去传统农民种菜瓜，好给摕来卖，无好给挂掉。有当时啊，来讲菜根、菜头，菜头是了钱，挂袂落去。但是新诶少年人回来，伊啥开发啥？卖不起，我甲留起来做菜瓜布。一条菜瓜伫市面20块、30块，我留个菜瓜布，听阿未甲80块烧钱抢。伊还佫啥？环保生活，无毒的，上好。过来挂掉，用一个心，甲菜瓜水留起来。菜瓜水是咱传统上好的化妆水，刷咧早期农村家家户户必备的什么？解热药，咱咧温床卡拢会放菜瓜水。囡仔较早医药无发达的时候，囡仔若半暝啊发烧，菜瓜水摕出来，甜一杯，啉落去，退火，就是解热。过啥？迄个药啊，不是药啊，是天然的，不上好。啊，所以讲哦。只要动动脑筋，其实吼，我听你讲，未来如果拿甲这个土地保守好，咱吼会过真好的生活。我听讲，阮是水，虽然是庄稼所在，但是咧，看会到田的内孝，嘛看会到田甲巴甲白灵芝，啊有流水。嘛有翠漆，看会到流漆，嘛看会到月圆。有日头，嘛有落雨天。暗暝，搁有大军啊是。你看，这个环境是不是上适合人住的所在？是啦，是啊。所以讲，如果各位。
位回去您的故乡，我今日看到各位拢是少年，来自四面八方啦吼。相信若回去家己的故乡，故乡好，咱台湾每一个所在那拢存是水面。大家安尼来保守，来甲顾起咯。我相信咱台湾下也会回到等于啥？回到等于古早人讲福尔摩沙。哦，啊，这个迄个，我发现老师讲这句话，我不要讲真多。有哦，有各位吼，我是安尼啦，我讲袂落去。各位吼，恁今日听这个。这张云迄个音乐会，各位有啥物感想要提出来，遮大家分享一下。当时恁嘛是爱回馈一下啊，对无？吼，啊，来个二水有啥物感想会当个？要不要？自动的好不好？不然的话，我用用这样点的哦。啊，这位好不好？这位兄老师，好，好。讲这老的是也是你哦。啊，讲良知嘛，良心嘛，老实嘛，对吧？所以大家用趁这个时间，尽量去交关一寡农产品。啊，还有没有？叫人了。哎，好，我。啊，天哪！没想到我拿到麦克风了。来到二水，但其实我外婆家在集集，所以刚来到二水的路上，搭火车来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觉得还蛮可爱的，就是来到一个可爱的地方，然后这里有很多可爱的人。虽然音乐不可以用可爱来形容，对啊，然后就是怎么讲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参加二八水参加的小旅行。对啊，好，谢谢。我是伫台中读册的学生啦，我是香港人，但是我是台湾人。我头一届听龙中龙青年是伫大学读册的时阵，我台语讲不好啊，谢谢，希望我多来二水，对，谢。之前去年有来参加阿公的迄个二水乡旅行，跟农村文化结合的活动。阿公真正做用心在做活动，阿公开始在做二水的二水，跟这个全境的影响。阿妈迄个难关真正做好起，阿大家有这机会，应该来参加阿公的二水乡旅行。谢谢。寒冬。